各位报告一下，今天我们是一个省唱的民歌团队，那这些人都是素人，平常都是各就各位，各自工作，他们都在百忙当中来练这个民歌的省唱。当然，基本上大家都是一个爱民歌的一个歌手啊，所以今天，我想各位，因为他们不是专业的歌手，如果在表演的过程中里面，不是让各位听得很满意，或者让觉得哎，他跟歌手唱起来怎么不太一样，请各位多多见谅啊。好，为了表示我们诚意，那个欢迎歌两次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真正高兴的见到你，欢喜欢喜的欢迎你，欢迎大家欢迎，我们欢迎你。真正高兴的见到你，欢喜欢喜的欢迎你，欢迎大家欢迎。因为今天我们来到园林这个地方，我们有个口号要送给大家。好，大家跟我一起唱哈，唱两次哈，一二三，爱在园林，爱在园林，幸福台湾，爱在园林，幸福台湾。OK， 谢谢。我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希望我们有爱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园林都充满了爱，让我们园林充满了一个非常祥和的地方，所以我们来献唱一首这样的一个活动。我们希望有爱心，也祝福大家幸福。好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音响，帮我们准备那个音响要向外。好，那个等一下 ，OK 吗？是。我们第一首歌是小草，小草的歌曲来献给大家。好了，接下来。小草实在是一幅
下一场由新竹赶过来的。哎，这个特别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竹的朋友，因为我们民歌的关系，所以他们特地来给我们加油的，可不可以观众给我们掌声一下？好，音乐请准备。曾经相聚过，不必悲。
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歌要献给大家，请准备。如果会唱的朋友，请把握跟我们最后一次合唱。好，音乐准备。中华民国，中华。